爸爸进来了，我看你现在每天画图都画到深更半夜，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这么拼呢？啊，爸爸又不是养不起你，就算你将来嫁了人，我也会为你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你一样可以过得很舒心嘛。爸，能有多舒心啊？终究你还是觉得女人得靠嫁人实现自我价值吗？就算我一辈子托付给一个男人，但万一遇人不淑的话，岂不是变成了深闺怨妇？再不然，就像我妈那样，被人赶出门也没办法。婉君，爸，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我想，就算我一辈子不结婚，我不嫁人了。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本事，就算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也能靠我自己的本事，我饿不死。话虽这么说，但是女孩子大了，还是要考虑嫁人的。你放心，富家的家产，少了谁的，也少不了我宝贝女儿的。这些我都跟你大妈商量好了。爸，我理解您，也请您理解我。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哎，南哥，你这大晚上干嘛去啊？我买糖去啊。你有病吧？这么晚了，杂货铺都关门了。是，不是？真奇怪。哎，老板，对不起啊，我想买瓶摩尔登糖。打烊了，打烊了，你明天再来买吧。哎呀，拜托你了，我都跑了好几家了，拜托了。你这大晚上怎么还吃糖啊？哎，拜托了。好吧，进来吧。谢谢啊。妈妈，真的像爸爸说的那样，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终究还是没能和您见上一面。科长来了，姑妈。哟，这是谁呀？阿文呐、啊，姑妈，我来看您来了，我这是特意回了趟如皋，带了您最爱吃的林子炒糕、冬糖还有火腿来看您来了。文科长啊，哎，好久不见哦，好久没到家里来坐坐了。是不是你看到傅寒君那丫头进了场，
我们家儿子成龙没进去，你把我们都忘了。哎呦，姑妈，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您说这话，这不是责杀我阿文了吗？这姑妈姑妈叫的倒挺亲热的。其实啊，你根本没有把我们这种九曲八弯才搭上点关系的远亲放在眼里。这是谁惹到姑妈您了？还有谁呀？嗯，不就是那个贱女人生的臭丫头吗？哎呦，姑妈呀，她进了永生又能怎么样？我这双眼睛死死的盯着她，还能让她有谋朝篡位的可能？你不要敷衍我好吧？姑妈，我可是您力荐才进的永生。哎，我阿文是那种饮水不思源的人吗？你放心，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立刻向你汇报。真的？嗯。这还差不多。我给您揉揉肩，消消气啊。哎呀，气死我了！没出息的家伙，花了多大力气才让你去给少爷陪读，还指望你能够出人头地，哪晓得这功课门门都不及格，最后呢还是在工地干活的下等人。好了好了，吃完饭再说话啊。我还没说你呢，嫁给你这样的人真的一辈子吃苦，你除了会种花还会干什么？怎么又说到我头上了？丈夫和儿子都是这副德行，我们得看着人家的脸色才能吃口饭。喏，你们瞧瞧，瞧瞧啊！昨天夜里，那个太太把我的头发都揪去一小撮，你们看看，看看，是我给她掐的。要是你们两个人争气，我会受这样的气吗？还吃，还吃！好好好，我不吃，我都委屈死了，我不吃啊！干活去啊！没事，吴妈，吃饭吧。妈妈，你吃这个，吃这个。我吃不下。哎，整天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烦死我了都。哎呀，你就多体谅体谅吴妈吧，她也不容易。不过太太啊，你下手狠了点。她怎么不体谅体谅我呢？我还受少爷的气呢，我也不容易啊。德贵啊，有父母在身边是幸福的事，好好珍惜吧。有父母在身边有什么好的？整天管你说你。不是。南哥，南哥，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对了，南哥，你还没有弟弟妹妹的消息吗？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原来住过的地方打听妹妹的消息，看看妹妹有没有和他们联系。可是每次都没有好消息。还有我弟弟，当初收养他的那家人已经搬离上海了，根本不知去向。我觉得我们也别灰心，肯定能把弟弟妹妹都找回来的。也许吧。我现在只希望我弟弟长大之后不要把我娘亲手缝制的襁褓给弄丢了，毕竟那是我娘亲手缝制的遗物，也是我们兄弟相认唯一的信物了。南哥，我觉得收养你弟弟那家人但凡有点良心，这个襁褓都不会丢的。德贵，你知道吗？我常常梦见我爹娘，还有大哥，他们责怪我没有替他们收尸，所以让他们死后连个安居之所都没有。他们还怪我没有照顾好妹妹，还有弟弟，怪我没有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我对不起爹娘，我也对不起弟弟妹妹。我提这个事儿干什么呢？没事，行了，干活啊。东哥，但凡在警署呈报过户籍的，我都给你调出来了。陶富云有15个，但符合年纪的只有2个。沈其南有24个，
符合年纪的有15个，沈七夕有17个，符合年纪的有6个，沈七北有8个，但符合年纪的一个也没有。一个一个开始排查吧。司机那边查的怎么样了？我找人拿着画像在火车站附近四处打听了，没人见过他们。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这应该是很显眼的才对。东哥，就在你们出逃那年，慈溪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客栈发生了火灾，死了好多人。我现在正找关系调那边警署的档案查呢。不，不会的，不会是他们的。进。杜经理。顾小姐，平面图我已经设计好了。我觉得你的设计是不是应该改一下？看来我们又要旧话重提了。如果你还是说土地有效使用面积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杜经理，我觉得所有的建筑都是要因地制宜的。你的设计在国外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人多地少，而且我觉得你的建筑缺少传统性，不符合张炳坤这个人的特性。傅小姐，真正有节操的建筑师怎么会卑躬屈膝的去迎合业主呢？这张炳坤是什么人呢？他有对建筑的审美吗？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我们不能因为眼前的商业资产和利益就丢掉建筑师应有的气节和风骨，让一些没有价值的建筑去污染玷污这个城市啊。没错，亨利沃顿在1624年的建筑要素中提到过建筑最重要的3点：坚固、实用、愉悦。所以我觉得建筑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艺术，你还是要看建筑与世界与人的关系。我认为传统的建筑还是非常具有价值的。那是因为你只把眼光放在小小的上海。你知道世界上都发生什么了吗？世界知名建筑师格罗皮乌斯，他的法古斯斜旋厂设计轻巧明净而且透空，他还在转角处运用了大量的玻璃的设计，而且他设计了一处办公大楼，2翼完全用半圆形的玻璃包围了整个螺旋形的楼梯，这完全是打破了传统，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颖的手法让整个建筑界都引起了轰动。所以我觉得国内建筑业这种落后的传统就不应该去维护，就应该来场革命。就算是革命也应该是批判的传承，而不是像你这样全盘的否定吧。传统不会说话，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去用创造性的方式跟传统对话。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我们应该爱惜自己的文明。好了，傅小姐，我们停止这种没有意义的争吵好吗？你看，它本来朝向就不好，采光也不好，所以我做了这种 L 型的设计，就是为了保证它的采光、美观和实用，这完全是一举三得的完美方案。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它做成？好了，傅小姐，这是我大3的时候就获得了美国科普奖设计竞赛2等奖的奖杯。我觉得我完全具有独立设计的能力，并且我能对我的每一次设计负责。是，我知道那个奖项。请你记住，我现在是建筑打样部的经理，别的事情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因为你是一个女孩，但唯独设计，必须是我说了算。你可以出去了。在争主控权，原
下去吧，好的，太太。老爷，人家今天在先施公司看中一双高跟鞋，结果被恒泰张老板的二姨太给抢走了。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了，老爷。哎呀，别烦我。老爷，人家很喜欢那双高跟鞋吗，老爷？滚！ 你好呀，田公公。哎，喂，我是老宅的陈妈，能找老爷接一下电话吧？你等一下啊。老爷，谁呀？大太太电话，陈妈打来的。干什么呀？太太昨天又朝看护发脾气了，看护受不了气跑了，太太这腿脚不方便，你换几个人了？啊，连个人都守不住，你们都是一群废物！老爷。 老爷，这个纸条上已经列出了三位老板被人要挟的原因，我们只要对症下药，应该还是能够挽回败局的。哎，你看看，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花了功夫的，为什么这么多？不留姓名，帮我，图什么？ 阿生，你去赶紧联系三位老板，把问题解决。曹健，你这两天听阿生吩咐。好的，老爷，我在外面也是三教九流认识一些人的，要不要找几个过来给生哥帮帮手啊？耍什么嘴皮子？赶紧发动车去。好，老爷，生哥。 马老板，你学历是伪造一事，我家老爷已经晓得了。就算是你出卖我家老爷，这个秘密很快也会传遍整个上海滩。但我家老爷可是公所理事长，而傅建成对你根本不值一提吧？你应该帮谁呢？可一定要掂量清楚哦，朱老板。 我家老爷已经晓得是你找人划开工地雨棚，导致水泥结块一事。那一次确实让我们新丰损失惨重，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家老爷不想再追究。他特意让我转告你，倘若以后再做对他不利的事情，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给你算清楚，你晓得吧？
张老板，只要你把桂千金的私生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大家口径统一，一致否认，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啊？至于朱老板那边嘛，我家老爷自然会去帮你辟谣的。嗯，马董、朱董、张老板，三位能赏脸到我府上来，田某不胜荣幸啊。哪里，田老板啊，太客气了，如此丰盛的菜品，费心了，谢谢。嗯，怎么说呢？我田某对你们、对工作，都可谓是一片赤诚吧？是。我敢把心掏出来让你们看。所以我说，像这种事儿，以后再也不要发生了。田老板大人有大量，朱某真是惭愧呀。行了，这事儿过去了，不提了。来，喝酒。好，来，喝酒。田老板，我听说你的三姨太在先施公司看上了一双高跟鞋。胡闹，被我们家那不懂事的二姨太呀给抢先了。这不，我今天呀特地给你带来了。哎呦，这可不行，你们是知道的，我田某从来不托人所爱。这不。田老板，你要是不收下的话，我就当你是还在怪罪我了。哎呀，你这就为难我了，你这收下吧。哎呀，行吧，恭敬不如从命，好吧，我就替我们那老三谢您了。哎，不好意思。田老板，我那事要真传开了，你得替我想办法呀。哎呦，马老板，这还用说吗？您是因为学历高，才去兼任公所秘书长一职的。我田某就是豁出性命，也得帮你把这个职位保住。哎，那我就多谢田老板了。谢谢田老板。踏踏实实的。哎，好。田老板，你可否知道，这个傅建成背后有个海关官员作证啊？这个人就是海务部的部长。据我所知，这个海关可是多方势力必争之地呀。海关里头的人看着职位不怎么高，可是都是惹不起的主啊。就是。上次那位杜部长就语带威胁，我就是担心啊，我们这么出尔反尔，丢了他的面子，到时候他会找我们的麻烦。既然你们几个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给你们两个拍。你以为我田石秋背后没人吗？我跟你们说，我背后那位爷，那就是杜万英的克星。这是老爷给你的。请问老爷有没有问到太太的情况？啊，没有，快走吧。慢。哟，傅老板，你怎么也来了？你可知道这里是上海水木营造铜业公所的专用场所？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开会啊，处理一些公所的事务。这外人嘛，就不方便留在此处喽。金老板，恕傅某冒昧打扰啊。我知道今天诸位在这召开常务理事会，我正是为这个会议而来。我想你们也都知道，
我们永盛这些年一直在申请加入宫所，可时至今日也未获得批准，所以我是来当面向大家提出申请，希望各位理事们表个态啊。摆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啊。哎呦，好，既然傅老板不请自到，咱们也得以礼相待，对吧？就别那么正式了，什么写推荐信，咱们就举手表决一下。嗯，好。有谁希望傅老板进宫所？傅老板，您看见了吗？一个都没有。哎呦，我还可以再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已经跟哈沙德洋行正式签订了合作合约，也就是说，只要哈沙德洋行中了标，他就一定会选择新丰营造厂进行合作。是怎么搞的啊？说的好好的，结果呢？我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当时不都谈得好好的吗？你也在场啊。亏了我还帮你跟那些老板周旋啊，你现在连纰漏出在哪儿都不知道，这让我脸往哪儿搁？我不管啊，傅建成，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无论如何你得拿下会馆的标的，打通张炳坤这条路。我再说一遍，谁敢阻止我晋升，把我给逼急了，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今天这酒酿园子做的真不错，煮的够浓稠，嗯，甜味也刚好。老爷，这热快喝吧。这个我不吃。嗯，爸，爸，趁热喝，来尝尝。哎呦，哎呦，爸，哎呦，你怎么回事啊？添什么乱呢？看把你爸爸弄得一身都湿透了，就算要献殷勤也挑自己拿手的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换件衣服不就行了吗？在干嘛？看月亮。没有月亮啊。刚刚还有呢。找我干嘛？是不是老爷没有进宫所的事情啊？是啊。我爸现在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那个竞标上面，但是以杜少前的设计，能拿到那个竞标的机会，简直微乎其微。杜少前还是坚持己见吗？可不是嘛，
这个人就是刚愎自用，他仗着自己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什么意见都听不进去，还一副上司的嘴脸，每天想要批评我们。难道对于现代风格的把握，他还能比得过新风请的那个哈沙德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当然是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上次刚跟你说，我爸就请了那什么杜少乾回来，现在就算我有想法也没用。怎么会没用啊？我看你啊，早就偷偷的画下来了吧。嗯，你怎么知道我画下来了？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哎，小姐，你去把你画的图拿过来。我没画完呢，我现在每天一边画还要一边完成杜少乾交给我的工作。没画完没关系，就拿过来，我带你去个地方。哎，去哪儿？工地。哎，你在这等我。哎，老于啊，哎，你进去休息吧。啊，又来坐桌子。哎，啊，你进去休息吧，我帮你看着。好，行。那我进去了啊，早点睡啊。你还骗我说那桌子是你买的，我就不能坐别的桌子？你还想坐别的桌子呢？哎，我又不是木匠，我是工地小包负责管人的，做那些手艺活我只是啊兴趣爱好而已。工地小包说的跟自己很大官一样。前面怎么那么黑啊？哎，不怕，小姐，有我在，我保护你。嗯，不用。保护你吗？电啊！我偷的电啊！偷的！你不喜欢啊？嗯，哎，别！就偷这一次吧。你们这里还真的挺别有洞天的。是啊，这里虽然脏了点、乱了点，但毕竟我们是工人嘛，所以也不会那么讲究。但是这里有阳光、有空气，很安全的，小姐。安全吗？嗯。我听说工人们不管在多高的架子上面做工啊，都没有安全措施。你说这上海的建筑是多少工人拼命换来的呀？我知道，小姐，但我不是来这儿听你上课的。看图纸吧。我虽然没有学过正规的模具还有模型，但是我木工手艺活还是不错的。我见识过了。那我们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用实物来说服杜少乾，怎么样？这倒是个办法。好，走。嗯。你啊，一天到晚发愁，倒不如换个思路。你看我这里有工具也有木材，而且一到晚上呢，只有那个看工地的老于在，没人会打扰我们的。你说你这个人啊，脑子里怎么那么多鬼招数呢？哎，我听说你之前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把那些理事请到宴会席上，气死那个傅成龙了。你怎么做的？哎呀，那都是一些不入流的手段，你不用知道。好了，我们开始吧。嗯。哎，老板好啊！哎，老板好，大家好。老板，老板好。老板好，大家好，大家好。老板好啊！最近大家为了会馆的设计标，没日没夜的加班，辛苦了，谢谢你们啊！老板，不辛苦，辛苦。有老板的关怀，有杜经理的带领，大家会加倍努力，是不是，诸位同仁？是是。胡叔叔。您来了，好，少卿，我们屋里谈。哎，好。少卿啊，我也不怕实话跟你说，现在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我只能把宝压在你的身上。你觉得？你能有几成把握拼得过哈沙德？傅叔叔，现在这事儿还真不好说。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嗯，如果非要说把握的话，五五开吧。
我就不该问你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你也回答不了。行，你带着韩军他们努力去做吧。要是累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你都熬几个大夜了，这样会伤脸的。伤什么脸啊？我好看着呢。就属你最好看了。你都快做好了。是啊，还差一点。关灯。啊？把灯关了。哦。秦楠，你看，怎么了？我想到一个精妙绝伦的设计，太好了，太好了！杜经理，杜经理，哎，你来的正好，明天就要交设计方案了。你告诉大家，我今天晚上请大家吃个饭，犒劳一下大家的辛苦。等一下，杜经理，你能不能晚一天再交稿？有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磨一磨。好了，我知道你现在想精益求精，不过现在大家都已经很疲惫了，再这么反复琢磨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还不如好好放松一下，说不定会有更好的结果，一击即中。我明白你之前对我的设计一直都有意见，所以我把模型还有图都给你带来了，你看看。你就想拿这个来说服我？模型我之前摔坏了，但我带了设计图，你看一看，你看完就会明白了。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这么自娱自乐下去了，我还有点事，先出去一趟。啊，杜经理，你……哎，对了，你把你的这些心血都拿回去吧。杜经理。金南。西南，现在可以去了吗？再等等吧。钥匙啊！你没钥匙，小点声。你放心，我有办法，拿着。嗯。别装鬼了，走吧，走。